几时可以借银行，几时可以还我们钱。所以呢，这片地呢是一片地，这个公司我们还行，我们没有会员。九年哦，我们哪会员？不是九年。你们可以给我机会讲一下吗？我们已经知道你要讲什么了。现在呢，大家都是要你开口说，我还你们钱，现在讲，给大家爽一下，今天晚上给大家好睡，讲还钱可以吗？两句话罢了，现在讲，不用负责的，一出来你不用负责的吗？讲一下，还钱，还钱，用钱还。不用钱的，还钱是用讲的，我也会还钱，都不用钱的吗？讲爽快的，快点讲给我们今天晚上爽一下，快点。还钱。要不要开那个 group 给大家私聊？还钱。你们不要侮辱我了，好不好？没有。我们侮辱你啊，我们支持你啊。钱呢？七分钟。今天来的每一个人，我问你，有哪一个没有支持你？我今天的来是我没有撤钱，我站出来给大家。OK， 如果我们相信你没有撤钱呢、啊？啊，要我们自己撤钱呐、啊？你们拿这个，你们去看每一个人啊，要不要一个一个去讲？你们可以不可以请一个有料的？靠，在前面。你最有料了，现在整间房最有料是你。哎，说你不要请哎，你这样子，你要跟你请。哎，你不啊，我看他也是麻麻的呀，你最有料了，你要不要还钱呢？讲一声给大家爽一下啦，大家鼓掌给他还钱，这样多人爽，你也爽啊，都不用拿钱出来。刚才那个外面的马来人啊，说马一堆了，吓啦什么的啦，不得把累吗？不阿弟啊，我等啊，到那个哎呦，他感冒吧你。哎呀，给人家钱很容易罢了，快点大家，不然你可以借银行，你们要怎样都可以了。不要做我的老婆可以吗？没办法的，警察都要找你老婆的，我们抓你去警察一定叫老婆过来问话的。 OK， 现在我跟你讲啊 Steven， 我给你面子 Steven，今天这么多人 OK， 如果你有诚心的话啦 OK， 阿兄临别无泪，林北啊，相当我无泪了。OK， 讲出血没有紧，我现在一个人，我给你一千块可以吗？先还一千块钱，每个有名字听到我先还一千，万一我还一千，还了一个礼拜我再过来谈，怎么样才还你们的钱 ？OK， 可以吗 ？OK，OK。如果你有诚心，你是没有买钱的，也不行。这么多人，我将去还，我哪有这么多钱去还？都没有诚意喽。我不是没有诚意，我很有诚意。如果有成立的话，我不是，如果你没有成立的，你还有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的话，听过了没有？没有。如果没有成立，他有本事请雷拉吗？他有本事请了马来子吗？雷拉不是我请来的，不是请来的，我没有给到钱啊，不是请来的，雷拉花钱来。他们讲你请的。